观世音菩萨哪念珠念什么？观世音菩萨哪念珠念什么？观世菩萨也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哪念珠念什么？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昨天有没有？所以呢，阿弥陀佛哪念珠也在念阿弥陀佛。所以虽然平常念观世音菩萨。 啊，死的时候呢，本来念阛弥陀佛，念阛弥陀，阿弥陀来观世音菩萨大士如上也会来，也会来接引。啊，有一本经叫做《活说阿弥陀秘密神咒经》，这本经里面这么讲，阿弥陀佛呢叫总持，总持。啊，他说阿日啊。 记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呢，那个阿日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就等念十方三世诸佛。明日呢是十方菩萨声闻缘觉，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呢，就等念十方世界的菩萨声闻缘觉。头日呢是。 一切经，一切经华，也叫一切经典，啊，一切咒语，一切行门，啊，如出即止，啊，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呢，就等念十方诸佛，等念十方之菩萨声闻缘觉，等念所有的经。 很多人喜欢诵经，喜欢诵经。有的法师呢，就要人家诵经，诵了几百遍、几千遍，啊，什么叫做法的种子呢？所有佛讲的法，都能够背下来，持而不忘。 这样呢，才叫做总持。佛所讲的经典很多，我们净宗道场那边就有大藏经，您进去看一看，啊，很多部的人啊，里面文度都很小，啊，我们诵一本，我们现在人所诵的没有几本经。 好比我们净土中的《阿弥陀经》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啊，乃至大势至念的《圆通章》啊，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啊，观无量寿经啊，这几本经而已，啊，一般人呢诵《地藏经》啊，诵《金刚经》啊，诵《般若心经》啊，乃至于诵。 《法华经》呢，《观世音菩萨普文品》呢，这是上这些经典而已。其实佛所讲的经啊，无量无边呢，你一时用看了都看不完，你怎么去诵呢？这佛晓得，我们娑婆世的众生没有那种能力，所有的法都是佛讲的。 都是佛讲的，啊，所以佛呢叫做法王，叫做法王。所以你念阿弥陀佛，等念所有的经典，啊，这样便宜不便宜呀？那怎么没有拍手啊？所以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一生。 等念十方世界诸佛，等念菩萨圆觉僧，等念所有的经典念一遍，啊，所以呢才叫做总持啊。不管念什么，通常呢，我们都要改为念阿弥陀佛。我们元年年寿的早晚课，只有念阿弥陀佛。
哇。